恩语同路人，我哋嘅嘉宾系伍中全 Donny。当时英国战乱嗰时咧，系一个好有心嘅一个基督徒。佢见到好多细路仔喺街边玩咧，就佢用翻自己军人嘅背景咧，就设立咗基督少年军呢一样嘢，引翻班细路仔咧就翻翻入教会。少年军系好适合翻我哋喺华人圈子嘅成长。咁当细路仔佢哋孤寂。是讲了出来的话他们舒服很多。如果他们屈他的心呢变成真是另一个在 basement 长大的小孩子。我们见到很多人被青年但是勾不到出来。人家在我弱的时候猛地给我。现在我是可以记得起身的我都要给人。这个是很特别跟神的互动的关系。诚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来紧的恩语同路人。